他是以德服人创始人，他以欺负别人为快乐之本，他喜欢把别人的钱变成他的钱，把别人的房子变成他的房，把别人的女人变成他的女人，他的快乐就是这么简简单单。他1941年出生在台湾，因为家境贫寒，15岁便开始闯荡社会，18岁时因与人打架意外跑进电影剧，从此误打误撞进入演艺界。因为没有表演基础，他跑了十几年不知名龙套，48岁通过电影《悲情城市》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他外形膀大腰圆，声音雄浑有力，饰演粗犷豪迈的江湖人物特别出彩。他是新少林五祖中的日行一善马大善人，是至尊记中的东南亚第一赌霸蒋山河，是监狱风云中的大陆帮老大大圈龙，是古惑仔中的三连帮带帮主钟永国。他就是方世玉的老丈人，以德服人雷老虎陈松勇。